伯，你好，你好。好。这物件你收起。啊，这是啥物件？无啦，是这样物件咧。我也无欠，用也无欠钱，歹势，这袂，我袂使解释哦。我阿公讲歪客就是歪客啦，就是讲咪像歌戏演的安尼。阮做人袂当贪心，唔是阮的，阮不爱。啊，恁囡仔人是白啥？是安讲，囡仔都白啦，这唔是阮的，阮袂使来客。哎呀，三号哦，是恁庄下来的人啦，要投嘛投咱家己的啦。庄下来归庄下来，若唔是好人，算恁个绝对袂投。对，若唔是好人，就莫投予伊。啊，这白啊，这个一点仔小礼物啦，你收起来。你安尼讲，敢若要搞乌色哦？你要走？唔是乌色啦，你要走？若唔走，我等下来检举。啊，无人安尼啦，有好康的你也无啊。这种候选人，咱爱去甲伊检举。对啊，若予这种人选中，毋知影要安怎歪歌呢？好，咱来甲检举。好。由旧馆国小歌仔戏团小朋友们担纲演出的反贿选歌仔戏《神奇的金斧头》为电影，于二日举办 DVD 公开发行记者会暨成果发表，以小朋友生动活泼的演出，深植民众反贿选意识。县长魏明谷与彰化地检署检察长张洪某等贵宾共同呼吁候选人应秉持为民服务立场投入选战，达到爱幸福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的民主目标。这次的总统的选举跟立委的选举，我们呼吁所有的乡亲，大家不要拿到这个买票钱。那我们发觉有候选人的庄脚在买票的时候，也呼吁大家能够勇于检举，那我们也办了12场大型的反贿选的宣导活动，我们也印制了各种的宣传的文宣，以及我们也会下乡去宣导。这一次的反贿选，我们是将查贿视同抓枪击要犯来办理，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选出一个亲民的候选人，是一个认真不用花钱的候选人，这样的话我们政治才会亲民。借由戏剧演出，以点线面的方式深入社区，有效打击黑金，杜绝贿选，防治暴力，期许民众正确了解选举关系国家未来发展与政策走向，以行动支持政府扫黑反贿选的决心。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邀请各界加入反贿选的行列，使彰化成为阳光无悔的健康城市。公益频道许维珍彰化采访报道。